北市亲友，咱农家小小退休金万二块，用保一万。人不能一日无权，希望有朝一日会当在朝为官。我们的所在求善万岁，人讲必先是孝为先，为人子弟要孝有孝。今天先孝，我们的所在为我的父母卖油，希望因年年越修炼听气，你是无错，再行几步来去哟。有你做我介绍，我名唤帝都。帝都，那是你的名，还、啊、是？我不是跟你讲我的名叫帝都啊吗？是啊，但是没有人名叫帝都啊。什么人叫帝都？姓帝呀。名都吗？对啊。来来，林春信，郑经理不说几话，我爱你。提来内底狐狸丹，将我交出来。我提来有啥物物件？狐狸丹，讲啥物天方夜谭？我不过一般的平民。我凡夫俗子尔呢。我内底哦，有我的内脏啦，有我的五脏六腑，我无内丹啦。说袂记起，你现在是凡间人，但是我会当甲你讲，你是九尾狐狸下凡出世。所以你所有代志拢会忘记，但是你体内确确实实有狐狸丹啊！你伫咧讲啥物？我根本都听无，我无想要甲你开讲啊！稍等一下，今仔日这狐狸丹你若是无吐出来交予我，我是无可能予你离开。你分明咧甲我为难呢，我甲你讲无就是无啦，你讲无就是无。啊好，我若无出手将你架死，你毋知我厉害？免来甲我架死。我叫你听一下老板，试看卖再说。